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所以师父跟大家讲，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心灵经常产生那种虚幻的啊，幻觉式的啊，这种想法，因为空的你去想了，最后也是空的啊。所以当你去想象了，你这个想象的空间产生一种色，看得到的想象得到就是一种色，色到最后就是空。那么实际上色即是空，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认识到的这个事物上一切的现象，和我们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诸多的苦恼啊、烦恼，其实都是虚幻而产生的啦。所以佛经就是告诉我们，你的苦啊，暂时的，时间过了就忘记了；你的快乐也是暂时的，过了多少年之后，它虚幻了，它也没了。所以一切色即是空，空到后来又有一个虚幻的人生出现啊，这就是我们说共性啊，共性就是从有到无，从无到有，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里边其实就是讲究的这个因缘果报的关系，让我们懂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缘分所在，让我们知道因果一定会有报应，让我们懂得善恶它是循环的了。所以很多人经常讲，哎呀，我前世做什么的，你们不要问师父，佛经上早就讲了，要知你的前世因啊，你今生受者是啊。你今天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的，没有受很多的苦，你上辈子一定积福积德了。很多人来问师父，师父啊，我下辈子啊有什么果报，我能到天上去吗？我能到好的人家去吗？我不会去吃恶鬼吧？师父告诉你们，要知后世果，佛经上讲今生做者是，你们今生在做善事吧，那么你们一定有善报，善报嘛，三善道呀，天道阿修罗呀，人道啊，都是属于三善道。如果你今生没有好好去做善事，那你做恶事，那么地狱等着你了，恶鬼道等着你呢，畜生道等着你呢。所以要问别人吗？问问你自己就知道了。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劝人向善的基础啊，就是告诉你们呐，你不要执着啦，没关系的啦，你要放下啦，这个东西有了以后也会没有的啦，你劝人向善吧。很多人你劝他，他不听的啊！我家里很富有，我磕什么头啊？我有钱，我有名，我有利啊，我什么都不缺，所以我也用不着磕头。你就告诉他无常的，你要告诉他，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一切都会到最后空的，色即是空啊，啊。那么他知道哦，终有一天会没有，那么他就升起学佛精进的耐心。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学佛里边要见地修正与行愿。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讲的就是佛经上的学佛的纲领提出来了。学佛的纲领就是见修行三位一体。见修行，实际上见就是我们说见地，这个见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见解呀。修什么呢？修就是修正呀，修正就是修心之后正德啊，明白了叫正德。行什么？行嘛就是行愿呀，你的行为呀。所以这三个纲领你去读一切经文你就慢慢明白经文的真谛所含有的这种内涵。所以学佛要有功夫功夫就是好好努力去精进去读书要用功你用功的话要对得上路，你如果用功不对路，那你就用错功了。所以很多人没师父，自己盲修瞎练，到最后呢见地又不对。所以见地不对的话，就是你对学佛对人生最后产生的见解理解不对了。那么你见地又不对了，见地不对了你就理不对了，不是正确的理论了。所以学佛学到后来，很多人为什么逼着人家你学佛你不能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他的见解错误了。他见解错误之后，他就对事对人都会产生偏差。所以你见解错了，你的行愿就做不到了。行愿没了，行愿是什么要去行有愿力你要去做呀。那你行愿没有，你的功德怎么能圆满呢？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功德圆满，功德要圆要满，要懂得圆满。那么你见地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到位呢？就是你的见解为什么跟人家出偏差呢？不到位呢，因为你修正没有到，因为你修心你没有正道啊。什么叫没正道啊？你修心不到位呀。你比方说你今天五戒里边你守的两戒，你算到位不啦？你说我不杀生我不偷盗，好，你两戒守了很好，那你又妄语又喝酒又邪淫，那你说是个好人不啦？你不到位你能圆满吗？你智慧不够圆满，你的行愿就不够圆满了，你的愿力就永远不会圆满。你跟菩萨行愿的时候，菩萨我一定这样我一定这样，你不圆满的呀。五戒嘛就是五戒，八戒嘛就是八戒，我今天守多少戒该怎么守就怎么守，我做人不撒谎那我就不能再撒一句谎，这个叫守戒啊。所以你的愿力没圆满，你的行愿没有到位，你的功德一定不够圆满。你的功德不够圆满，你的见地修正就有问题。功德不圆满的人这个人你说他见解是不是错了？你修心正德的对这个佛法的理解力一定有问题，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了。所以你的行为和你的愿力没有到位，你的见地和修正就有问题。师父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做义工
哎呀，我做义工啊，哎，我做点好事吧。你说他能够功德圆满吗？你今天做义工，你就要老老实实为众生服务，你就要好好的在那里站，就有站相，坐有坐相，就要像个护法神一样保护着我们伟大的佛法啊！这就是师父要告诉你们的，要特别当心三位一体。其实学佛最难的一项啊，就是慈悲心，因为每一个人慈悲心要升起不容易，每个人嘴巴都会说我要慈悲你呀、啊，吵架的时候有慈悲心吗？啊，不肯帮助别人的时候有慈悲心吗？啊，愿力不够圆满的时候，他有慈悲心吗？所以你真正要发起行愿心，你才拥有慈悲心。我有这个愿力，我要去做，我要做好人，我从今天开始啊，就要开始学菩萨的正等正觉，我以后才能成为无上正等正觉。你要有愿力呢，口口声声说我要帮助别人，我要慈悲别人，我要度别人，嘴上这么讲，天天睡懒觉，叫他起来念个经都不愿意。一天能念几张小房子啊？一天能念几遍经啊？你不要说去帮助别人了，你知道帮助别人全部要付出的，要付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吧，要付出自己的慈悲心吧，要舍去自己很多休息时间、玩乐的时间，或者一些啊本身自己应该有一种安逸的生活，全部都要打破，你才会有愿力。所以有的时候嘴巴讲很难办到，所以修行你单单说修行没有用的，你要有一颗功德心，你在愿力上一定要建立起一个功德心，我今天行这个愿，我一定要做功德，一定要对众生好啊！否则的话，你根本没有去行这个愿，没有这个功，也没有这个德。所以佛法在世间呢，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人要见地啊，见地什么？你要看到事实，理解这个世界的事实，你就是在行愿。当你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一切善与恶，你就是在行愿。因为这个世间是五浊恶世啊，啊，五浊恶世，大家想一想，所以五浊恶世很难逾越那些脏啊，那些烦恼浊啊，见浊呀、啊，对不对啊？命浊啊。像这些五浊，你怎么样在五浊恶世当中要行布施呢？你们现在看看，在末法时期你要做件好事，大家都会笑你的，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傻 啊他自己不能做啊，为什么要你去帮忙啊？阻力重重啊，你这个人为什么要去对他好啊？他跟你无亲无眷的，你为什么这样啊？你不是大傻瓜，这就是五浊恶世啊！因为人的理念全部都是反了，所以你们现在看看，谁愿意帮助别人的？没有利益不肯帮助别人，没有得到利益更不肯帮助别人。得到的利益要看，我得到的多了我帮帮你，我得到的少了我拿了你的我也不帮你，这就是现在的理念。所以需要大家来布施我们的功德心、慈悲心，在这个五浊恶世里边要守戒呀、啊，很难呐、啊！大家都是在贪嗔痴慢疑当中，你要守住自己的戒，
因为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弘法真的是很痛苦啊，因为大家都是在动小脑筋，大家都是为私心而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当中自度还要度人呢？所以要功德圆满，其实这是在佛经上是第二义，意义的义。实际上从形而上道上而言，也就是说从形式上来说，没有什么世间与不世间的分别。所以很多人说啊，你修世间法，你修出世间法，也就是说你修的是人天福报，你修的是以后上天的路，实际上都是一样。你今天在人间做好事，你一定能上天，你人天的福报也会有。你今天在人间不做善事，你说我以后就是出去之后离开这个世界，我一定要到天上去，你怎么上去啊？你在人间都不愿意做好事，你怎么样到天上能够成菩萨成佛？你连修罗道你都去不了啊！所以六祖坛经曾经告诉我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呀，就是告诉我们佛法就在我们身边呐，它没有离开我们呐。你在这个世间就要马上觉悟啊！你离开世间你无法求得觉悟啊，所以你只有苦了你才想出离呀。你一个人很安逸，你怎么会想到要求解脱呀？你今天没有被锁链绑住，你怎么想到要把锁链解开呀？所以若没有痛苦，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快乐，什么叫幸福啊。如果你没有烦恼，你怎么知道什么叫清净，什么叫安详啊？你看我们过去多少烦恼，现在安静一点了吧？因为你知道什么叫烦恼，所以你才会变成安静。你有安静的心，安详的心，虽然过去有烦恼，现在已经转为安详安静，你就是烦恼即菩提了。因为你现在拥有菩提心，你静下来所以离世觅菩提，真跳出世界啊。你如果说你想真的跳出这个世界来寻找菩萨智慧你跳出三界，人家本身你跳出不在五行当中，本身已经是佛界了、菩萨界了、声闻缘觉界了，人家都已经觉悟在天上了，人家生在菩提中，人家不求菩提了，人家已经是菩提了。就是因为我们还在人间，所以我们要懂得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你怎么能觉悟啊？所以离世觅菩提你这个就是本身不理解菩提。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大乘佛法说佛法的世间，其实指的是行门而言行门。所以待会如果有时间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行门也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打坐也好，修心念经也好，放生也好，只是行门当中的一种万分之一吧，或者千百分之一去行啊，去修啊我们做人做事，实际上如果你用佛法来做人做事，你行的都是佛法的门你看我们现在心灵法门，这个法是佛的法呀，心灵当中有佛的法，这一扇门
就是没有离开世间呐，就是在人间来讲佛法，来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进入佛法的最好的一个佛门呢，知道。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佛法啊，要你出世之后离开这个世间你才能得到，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间已经不能离开这个世间的佛法了，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个世间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佛法。所以希望大家一方面修道，一方面要好好的想一切的功名富贵酒色财气，你要了有什么用啊？你曾经有过又什么用啊？你如果今天还放不下，那你就是大错特错。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好好在这个人间拥有佛法，要想以后修出世法，离开世间能够成功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开始，在人间，在现在这个现世的世界当中，就好好的行门，行佛法这个伟大的佛门。